呀，喵啥小啦？零五一还没被队友喷。不是啊，喷我干嘛？那个飞埃又没来过，喷我干嘛？啊，他死不来，我都不用吃兵哦。还是我中路直接放给他杀，对不对？喷我干嘛？喷你老木啦！啊，我也没有拼他灯啊，他喷我干嘛？他不来，他不来，他自己也自知之明啊，他还有脸喷我？你怎么不叫你老妈来玩啊？讲那些干货啊，喷你老妈啦，干你啊！叫你妈来玩，我就喷死你老妈，干你啊！喷我干嘛？啊，他要不来帮，我没问号他就不出我，他还有脸喷我？